各位台湾的朋友，感谢你们来支持这个《男儿王》。那《男儿王》这部电影呢，你们看了之后一定会让你们爆笑，而且呢，除了爆笑之外呢，还会可以得到正能量。那在二月十号啊，这个小年夜的时候，《男儿王》就会正式上映。看过的朋友，请你们介绍给你们的乡亲父老。那牛年就要到啦，然后在这里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所有看过《男儿王》的朋友哈、哦。我人常常会保庇你人啊吼，看一摆听到保庇你人出入平安无代志，看两摆予你人牛年好运气，看三摆予你人一世人袂破病兴旺发啦！你 happy， 我 happy， 真心向大家推荐温馨又爆笑的《男儿王》，是您春节不可错过的好电影。二月十日，《男儿王》小年夜正式上映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恭喜发财！